我是周淑毅，今年舞蹈旅行在夏天会去云林、彰化、南投，请大家支持我们一起来看跳舞。带着1875拉威尔与波利路，周先生与舞者们一起用舞蹈环游中台湾。可能是因为在户外，所以大家心情都是蛮轻松的，所以民众也不会很拘谨。有人会想要跟你们一起跳吗？加入这个舞蹈？目前还没有哎，希望小朋友啦，对，小朋友就会跟着在那边跟你讲话，我们在叫我，然后他们就。他也会跟着，对，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叫。草地下面就是泥土嘛，然后它是软的，所以其实会把我们跳跃的力气整个往下拉。草地上还会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啊，蚂蚁啊，还是有一些蚯蚓的蛙这样子。迈入第四年的舞蹈旅行计划，跟着周先生与舞者们，让现代舞走入全台乡镇。6月16号、17号下午4点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